今天来讲一下 ，OK， 七勺，七勺哦，这个七 ，OK， 很难写 ，OK， 大家看到 ，OK， 那七勺的意思 ，OK， 吃手的意思，其实七是黏住啊，念住，糖吃斗啊的七 ，OK， 啊，好像我们两个啊，两卷胶纸 ，OK， 我们去黏住，先黏住，黏死。吃，但是哦，吃的时候也可以活动，也可以分开 ，OK， 吃手，所以看到 ，OK， 两个人的手会黏住一起 ，OK， 要黏住一起，两个在运动，两个一起啊，一个攻防，在七手了。